姐妹们早上好，有没有人跟我今天match一下？你们今天来超市？我选下车。好酷，家里已经带你去羊角了。这辣椒长得好奇怪，像个蜡烛。买这个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对的，我去读。检查一下有没有老鼠咬的。没有，我的最爱。 满载而归。好，Ready for a ride？Let's go。开的车，有人赶走我的车吗？记得闯了人生当第一个红灯。我就差一点点，那是大车把我挡住，看不见灯呀。你靠叔叔来抓你了。把我的 permit 拿走。我本来以为我有驾照了，这边是这样的，你先考一个笔试，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叫 permit 的东西。 可以上路练车的条件就是你房间要有一个驾龄超过3年前有驾照的人，老司机。过一段时间你才需要正式的考路考，然后正式的驾照。开始跑，不好说。安全把他送回来了，任务完成。加油，加油！住这里4个月了，出电梯还不知道该左转右转。<笑> 姐妹们为我见证，我去读书。